这条音非常的大啊。
我们从外观可以看到呢，绑线球的这个线杯的直径比以往我们看到的都大。那这是因为我们在绑线力学的原理当中发现线径直径要大于芯轴的长度。好，这样子我们在绑线的时候呢，它会比较产生比较低的这个自转率。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环。再来，我们这个 PR 线球的那个线管呢，我们有比较加大，然后内径有做抛光，外径有做抛光，并不会伤害我们的 PE 线。再来是这个下方的位置呢，它是做一个喇叭口的设计，喇叭口呢也是内外都抛光，并不会伤害我们的 PE 线。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最重要的，它有一个防止遗失的功能。假如我们的这一个旋帽放得很松的时候，拉到最上面它并拉不出来，放到底的话呢，它会顶到线杯，所以你这个线管呢永远不用担心它会不见。这是这一部分的功能。再来是我们绑线的时候呢，这有一个绑臂防止飞落的这个扣件。好，当我们把 PE 线穿进来的时候呢，扣在这个地方。好，线绑到完的时候呢，整颗绑线球不会完整的飞出去。啊，你只要把它这个线把它反向的解开抽出来，你就可以继续做你原本做的动作。使用最低刹车力道的时候，这一个刹车，我们旋转线杯的时候，刹车盖它并不会跟转。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一个很低的刹车力的状况，所以你绑很细的线呢，这个刹车线盖呢也不会跟转。所以当我们绑比较粗的线呢，我们可以使用这个配重块放在里面。那绑比较细的线呢，你只要把配重块拿出来，它的整体重量就会变轻，那你就可以绑比较细的线。那除了这一个重量的控制之外，我们还可以控制这个线管的长度。我们都知道，线管越长，我们在绕圈的时候半径越大，离心力越大，它可以绑的这个紧度就越紧。所以跟我们的线的粗细度，除了配重块之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线管来做一个无断差的力量调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设计。那再来呢，从外观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这外观上呢有四个点，然后底下有一个不锈钢片。这个是一个属于四节拍响声绵密的一个设计。那我们在旋转这个刹车盖的时候呢，会让我们有很绵密的响声感觉。那我们把所有的线都缠好，开始绑线的时候呢，它也会反向出现，给我们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相当绵密的声音，视觉感官还有听觉的这个感觉，会让大家觉得是相当的舒服。那外观设计呢是相当的漂亮跟先进。那我们一共提供了20种配色，让大家来挑选。那这20种配色呢，请上官方网站，20种配色您都可以看得见。我相信你一定能挑到属于你喜欢的颜色。
大家好，我是 Switch Jet， 今天要为你介绍这一块博弈护挡。它的材质啊非常的轻，而且它可以弯曲，它非常弯曲度非常的大。那它会随着我们身体的变化贴在我们身上，不会容易滑动跑掉。当我们使用十字座的时候啊，我们这款插销在它的规定棒上面也有贴心的设计，它有两个不同的圆径。这个圆径呢，就是配合着十字座的大小。当你们使用啊我们这块护挡的球座的时候，你只需要单手操作。我们这款球座设计的非常的精良，它有一个上倒钩跟一个下倒钩。那我现在示范给你们看，这是上倒钩，重鱼的时候你根本不用怕它会跳出来。那下倒钩呢，就是这样。这款护挡外观的设计啊，并不是只是美观而已，它的六爪造型是为了释放单点压力。这护挡挑选的 EVA 啊，它的系数啊柔软度是刚好配合我们前面这个特殊材质所设定的，所以它的软硬程度是相当的好。这款护挡啊的腰带啊，它是属于采双扣设计，你左右手都可以操作。而它的尺寸啊有三种，我们是用红、黄、蓝来作为分别。它还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它就是它可以完全拆开的腰带下去清洗。这款护挡啊有13种颜色可以做选择，它的外表涂装啊是使用抗 UV 的涂料。如果你想要知道它有什么样的颜色的话，你可以上我们官方网站去参考。
个啊。大家好，我是 Jack。 这次我们 Switch 来印度尼西亚钓鱼，这是我们的向导 Verdi， 那他会介绍一下我们怎么样子从索隆出发，然后钓点行程通通都是由他来安排的。我们现在请他帮我们介绍一下。 Hello everybody, I'm Freddy. I'm working as a sport fishing guide in Indonesia and I run operatorAs a fishing operator here in West Papua, Sorong. This is my fishing ground. Now, we went fishing with the Switch team. We done well for the trip. We catch quite significant amount of GTs and Doctor Tuna, also some sharks. So, here, when the first day we went here,at the submerged reef, we land quite a good fish around here, and then we went digging here. On the second day, we land lots of dogfish here, many birds also, but yeah, sharks, you know, many sharks there. And the Switch team.Are hardcore anglers. All these years, the Switch team, I must admit, one of the best. They are hardcore, and the gears also, the performance pretty good, pretty tough, very, very tough. Well, everybody, we welcome you if you guys might be.Would like to try the nature fishing in the natural Indonesia. We still have a lot of good spots here, and this is my number. This is our Switch 团队在印度尼西亚钓的鱼种，我们锁定的鱼种，我们全都钓到了。但是很可惜的是，他们的体型都不是很大。唯一庆幸的是，我们测试的产品都还蛮成功的，我们也很满意。但是有很多地方我们会继续的在上进修改。那我们下一次还会再来印度尼西亚挑战这边的大鱼，那一样会找我们的 Birdy 向导。Hey, anyone who wants to fish in Indonesia, I welcome you guys for the mission to catch bigger fish, bigger school of fish. I still have.Plenty of spots to be fish, and of course, yeah, more promising by the potential. Thank you, Switch team. Yeah. That's just how it's